当日林燕新小肥嘅 MV 首播会，提到近日怀疑有 fans 内讧，佢就话冇乜特别大问题嘅。即系可能你知啲 fans 有时真系会争宠啊，会有啲内讧嘅事情发生咯。咁但系我系非常唔希望搞大呢件事嘅，因为只不过我喺个微博度讲系，只不过想警戒啲小朋友，即系唔好再咁曳啦咁样。咁我就冇谂住即系会要好似搞到系啦，搞到好大件事咁，咁就唔好啦。咁应该因为咁样会吓亲啲小朋友。咁所以我觉得只要我讲咗啦，咁我亦都知道嗰、那个即係嗰个曳嗰个 fans 呢都已经知难而退，同埋佢识得乖啦，咁我觉得就 OK 啦咁样囉。你自己亲自同佢哋倾？係呀係呀，我自己有出面，因为今次因为我係有呢个 fans club leader 嘅一啲联络，咁我即係知道咩事嘅时候，我会好紧张佢哋发生咩事，咁我亦都有叫我助手啦，我自己啦，咁都有去问fans club leader 发生咩事咯，係啦，咁所以都希望呢啲情况唔好再发生，即係一个 fans club 係应该团团结结，係啦，唔应该有咁多呢啲是是非非嘅嘢出现咯。